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边也接近尾声了。然后我们这个观众席当中啊，还有一些稀客到我们现场来，稀客，远道来的朋友。所以说的好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这个非常要自表深切的这个欢迎之意。那么他们是新加坡呢的这个同学们啊，可能还有老师吧？有没有老师哈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新加坡这个非常了不起。是这个是全世界公认的、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、这个我们常常去嘛，对 对, 对, 对，大家都去过，干净的一个，对那边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像个大花园一样，而且这个民风保守，是，还是华语的这个社会，华语系的社会，在那边这个出生的孩子啊，听说都可以精通六国语言，六国对对对，华语、台语、潮州话、英语、广东话，还有马来西亚，甚至于还包括一点印度话，他们都会，对，非常的不简单。这次到我们台湾来啊，好像是一个这个，请问老师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好吧，我们是新加坡的来台访台湾的文化访问团，非常欢迎这个团长带着各位同学到我们这里来啊，掌声我们欢迎他，好吧，表示欢迎。不错，这个说到新加坡，我们许多歌星啊，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码头。对对对，大家常常往返。以前费玉清就因为常常在那边，那时候还那个时候，或者李显龙先生也蛮啊，对对。现在是新加坡的李显龙先生是现在新加坡的什么？这个国防部长是吧？李显龙先生啊，李显副总理啊，副总理，副总理，哎呀，非常喜欢，很喜欢这个费玉清。哎，然后跟就是你要不要做新加坡公民啊？新加坡的飞机啊，再看看。但是在那 Ocha Road 那边有一个 Ocha Road， 就等于现在东区那边飞机还有一栋房子在那边。真的，那里地段最贵的，买了已经四年，六七年了、里面是空的，还没装潢。像于东区的忠孝东路。真段不仅没有，是大老板，小采访，对，忠孝东路一段到七段都有他的，对，横跨敦化南路的安和路，他都不放过。别讲，我只是个艺人，我还财产公布不成？反正等到飞哥的儿子接手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知道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我们深切的欢迎这个各位到我们台湾来啊，欢迎各位同学，大家都过得非常的愉快啊，谢谢。话说到这儿，节目进行到这，大家也腰酸背痛，腰酸背痛，哎，生哎丢哎天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运动了。我们要很高兴邀请到易天华老师来带队一下，来带欢迎我们易天华老师运动一下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我们的一个晚上，赶快站起来，大家健康一下。好，请准备喽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果然感到通体舒畅啊。我老听你每次讲这个词汇，因为坐久了不太对劲的。坐久了以后啊，这个人那个脊椎骨会变成有这个弯曲的现象，有些人会侧弯啊什么的，这就叫通体舒畅。不是，你这个伸展一下就会觉得很舒服啊。这个今天我们节目浑身舒展，对，到这边的这个告一段落，变变完，非常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也谢谢我们这几位帅哥俊男。我们更感谢的是董成宇老师率领的帅哥美女豪华舞群，我们谢谢杨水晶老师率领的韩式大乐团。